我实在是哪想哪无妥当。我真是无法度接受一个这么凊彩的查某囡仔，哎，怎么未曾结婚啊，腹肚内就有囡仔，啊，这么凊彩的查某囡仔要来做我的新妇，迄我袂当的啦。你唔当袂记啦，迄是咱赖家的骨肉呢。啊，万一这囡仔若生在外口的，咱就真歹看呢。搁较歹看的代志，你也捌做啦。我知啦，就是因为秀秀的代志啊，我无爱发生过第二遍。我再讲起来，你母羊啊还袂娶某的呢。啊！你的意思是讲，当初若是无我，趁食查某，你也要娶？话你敢愿意讲家己的囝去外口去叫人老爸了？啊！你嘛是得爱孙爱到要死去，啊！他即马有孙啊，你才来得替。我实在真想袂晓。你安尼声声句句要反对秀英过迄个老师啊？啊！什么即马吼要让迄个老师因迄表小妹来做咱的新妇？你安尼敢讲会过？你安怎？哈？无啊？你是安怎哈？总讲一句话，都爱怪你啊！当初你若莫把武阳赶出去哦，伊迄无地段，毋知去住喺什么温泉里向，无办法发生这款代志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够可恶！迄阵啊，咱秀英吼离家出走，都是伊暗中咧甲斗相共的。我人去到温泉里向呢，伊阁无和我甲伊见面。哪想哪去，一定要来找伊算账。免啦，要算账，我来找伊算账就好啦。我就知影你会来找我啦。我着吼，才讲你到底怎么解释？我。哦，哈哈，正拄好，我拄好袂。哎，有啥物代志啊？莫在囡仔面头前讲，咱就做一摆讲好清楚。嗯。哎，叶小姐，你带秀秀出去一下。哎，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。哎，秀秀，秀秀，来，梁总。阿爸是为了你，他害老师被扣分。来，你做歹人做遐久啊，你敢袂信呐？到底讲这句话啥意思？我就是听讲要来问你。你要问我啥哈？你问我倒一条，我拢袂予你问倒啦。你安尼帮助秀英跟老师逃走，啊，我武阳跟这查某发生这个代志，啊，你讲话遐大声。嘿，我咧歹势吼，迄武阳跟秀英拢是你的囡仔，我是安怎讲话袂用遐大声？啊你？我安怎？啊！你个囡仔了代志哦，你无转去问你个好牵手，你颠倒来问我，你问我什么意思哈、啊？我是要问你讲，你是安怎样就要给因这个机会啦？哎、欸，啊，感觉你个囡仔嫁人去倒来嘛是我嫁的哦。我，你插因的代志啊？我咧插因的代志。那讲起来吼，武阳啊甲秀英啊是够啊无牵无连呐，啊因的好歹死我嘛够啊无低等。我咧一巴收用个插伊少年的代志，我会去甲伊关心吼，嘛是因为你啊。我就知影啦，你种吼，若要讲话吼，就要讲人死的个性啦。我是唔忍心吼，看你安尼少年嫁某冤，食老嫁囝冤，啊冤到尾啊，你某甲囝都无爱插你的时阵，安尼你就会开我。迄囝儿是生不好吼，以后就会吃苦啦。啊，你做人爸母的嘛要放一条路通行。敢讲因迄少年哦，就袂用行到一步哟啦。啊，你行唔到的时阵，嘛有人放一条路予你行，敢毋是？哦，所以你才会干脆讲武阳甲伊个查某斗阵。哎呦，你讲话莫讲遐歹听啦，人有命有生呢。人伊个小姐哦，自从来到这哦，就一直住伫我这个所在啦。啊，虽然讲我甲伊毋是亲情，啊，不过哦，伊当时识就是有缘啦。哎，既然住伫我这，我就有这责任甲义务要好共照顾。我要哪会知影武雄会去爱着伊？当我知影的时阵，要甲伊阻挡嘛已经袂赴啊。哎，到即摆吼，啊，代志啊，就已经行到这个地步啊。我袂用讲无出面吼，替叶小姐主持一个公道啊！人就算讲即摆无爸无母哦，那嘛是一个好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恁母娘啊做种代志就免甲人负责啊，吼！因即摆吼，毋是开花尔呢，已经结籽啊了。嘿，啊，敢讲你即届，你要叫人讲带恁大家个入夫家呢？
我甲你吼，安尼顶到十外冬啦，一个秀秀啊，互你个教训，感觉无够，哈。敢讲吼，你希望讲你食到老的时阵，厝内拢无半个人，啊，家仔家仔咯，每一个拢甲恁大家有关系。安尼吼，唔是叫做哦，子孙满堂，叫做子孙满家啦。嘿，你莫咧甲我硬哈。你好好啊去想清楚啦，这个决定要安怎做啦，吼、哦？拜托你把今天稿子交给一下啊！人家刚送过来啊，说是没时间看，而且赶时间啊！拜托拜托。喂，张立成先生挂号。来了。哎，对，来麻烦印章。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，还有这张。谢谢你。谢谢您进来的。错字我都写在旁边，这么快就好了。哎呀，小张啊，你好像很有学问啊，在我这小印刷厂太委屈你了。哎，要不外面有更好的工作，我帮你介绍好不好？啊？哎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办的意思哦，既然是替人办的啦，袂子哦，跟咱家走行。我嘛同款这心情啦。好，安尼。小肥牛啊，我看你是哦，去予人跳过人过啊啦。啊，过两年啊，小小那大汉哦，你哦，真紧就做阿妈啦。你的腰是紧，你笑我人，我来讲，我才无可能遐尔紧有死心呢。我这世人哦，不管安怎拼，我一定要拼到吼，把家己哦对这嫁出去，我才甘愿啦，安怎？好啦，陶经理，哎，稍等，休息间也无早，哎呀，就这么准备了，先快哦，啊，向啊。
你真的要嫁给武雄哥哥吗？嗯。你为什么要嫁给他？嗯，因为武雄哥哥对我很好啊。可是他对你很好，他可以来找你啊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他嘛？秀秀，是不是不喜欢姐姐嫁给武雄哥哥？因为你嫁给他以后，你就要搬到短处里去住了。我讨厌短处，我讨厌住在短处里面的人。秀秀，大人的事我们不一定都了解，可是住在那里面的人绝对不会都是坏人的。就像武雄哥哥不是又对你很好，有你阿爸也常常来看你啊。我想就算我嫁进短处以后，我以后也是会回来找你玩的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我们一起抓蝌蚪，一起剪纸花，对不对啊？以后有空啊，我会带你去短处里面玩的，好不好？嗯，他们讨厌我，不会让我进去的。不会的，秀秀，不会的。我不想你离开这里，你来了以后教我好多事情哦。以前都没有人理我，也没有人陪我玩，自从你来了以后我才有伴。现在老师走了，你要搬到抓处里去，又没有人教我写功课，喊我跟我玩了。秀秀，我刚刚说过我有空我还是会回来看你的嘛。好了好了，别说好了，别心情好了，这样吼，新娘的名片回娘家，千万不要让见人啊！啊，你慢慢搁哭哈，紧，去甲面哦，擦擦来，换洗漱衫，叫外姐也甲你换哈，乖哈。小孩子就是这样啊，怕看人家走。我叶小姐啊，你来我这里这一阵子哦，我们家秀秀改变很多，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谢你才好呢。春英，你不要这样说。你这么照顾我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你怎么还反过来谢我呢？说这些好听的，不如说几句实在的啦。叶小姐，你嫁给不勇啊，我真的替你好高兴。哎，不勇啊，我算是看他长大的呢。你不要看他表面上这样嘻嘻哈哈，其实哦。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啊，哦，都看不得人家吃苦啊，受委屈。所以这几年来啊，他在我这边啊来来去去，常来看我。那我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。知道他真的很爱你，你嫁过去哦，他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不过他们那个家庭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大家大业哦，是非总是比较多了。你只要记住我一句话，你嫁过去哦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忍耐。只要你们两个夫妻同心，不管别人怎么对你，事情都会过。毕竟你比我还幸运啊，你可以这样名正言顺的嫁进去那家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！你一定要记住我了哈，记住我的话哦，一定要忍耐哈，只要你忍得过，将来的幸福就是你的。春姨，我……哦对，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啊这个哈，金链子。就当做我给你的结婚礼物，春姨啊，这我不能收。
我不能收，哎呀，收着收着啦。哎，放鞭炮嘞！我现在起亲了啦，要赶快收起收起来。君怡，刚刚嫁过去哈，身上不可以没有值钱的东西。那万一有什么急用的话，至少不要跟他开口啊。赶快收起来，收起来啊！君怡。放尿啊！后边人他拢无坏人啊，后边无人啊啦，嘿，连顶头啊煞无哦。哎，新娘来，来来来，新娘来，我这里啊，哎，新娘来，嘿，我哪里一个人来啊？我跑出来嘞。后边无人啊啦，今仔日只有我一个人来娶新娘。啥？哎，这么大意思，就干那你一个人来哦？因为。外公过世了，婚礼要赶在百日之内办。他跟丧事冲到，所以不能太热闹。所以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。哎，不用啊，嘛袂用遐尼凊彩对无？啊，连一顶红花轿嘛无，哦，你安尼就要来娶迄个小姐，实在是啊。春怡，没关系啦，既然有这样的机会，简单一点也无所谓，毕竟。我要嫁的是武雄，不是场面。只要武雄来接我，那就够了。迄连燕小姐吼，无想要计较，我有歹势讲啥，啊办喜事嘛，总嘛是爱欢欢喜喜的对吧？连燕吼，我也袂甲燕小姐交予你的见解啦。我要以女方家长的立场，我甲你讲几句话啊。不要。你会当娶到叶小姐，是你烧三世人的好运，想来福气啊！你要好好珍惜。翁仔某是一世人的代志啦，有当时啊会呢得罪冤家吼，然后伊变作东西难变的啦。啊！你千万唔通袂记吼，你是这么无简单家娶的手的，啊？知吼，所以呢，唔管讲以后是发生什么代志。你一定要徛在叶小姐立场来替伊设想。伊伫咧遮安尼无亲无情啊，即摆分开吼，你是上亲的啦。啊，你若无对伊好，是啥物对伊好？嗯？啊，搁有啊，以前做代志哦，拢是遮目济遐目济，啊，你遮娶某啊、成家啊、有家庭啊，一定爱有家己的事业，哈。所以希望讲吼，你爱好好啊做。你若做甲拄好，别人就会讲哦，你娶某会顶翁，安尼恁遐亲戚朋友吼，对伊吼较看好气啦。啊，翁某是共心，好共命，毋是讲你毋好，伊定会好呢。这道理你应该知影哈。俊逸，我知。知就好啦。哦，我不爱阁讲，阁讲啊，煞想要哭的。得，我即摆吼。别把叶小姐当了。永义呀，是啊，哎呦，叶小姐，恭喜哦！我第一家哦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恭喜恭喜！谢谢叶姐。阿哥哦，我祝您生日快乐啦！你听笑啊？哪里结婚呢？阿咪过生日的，祝生日快乐。你都唔知咧。富勇啊，未叫你叶小姐的时阵吼，规天咧要死动弹啊，啊走路搁拢用拖的啦，啊即马找着一个水果啊吼，伊吼一定搁活跳跳的，所以我唔才要祝伊生日快乐啊，啊上好吼明年的金嘛，啊搁加一个小富勇啊，吼，啊大家就更加快乐。嘿，对对对，我欲快乐做简单，你欲快乐就真困难呐。我带你回家。
啊，无互亲戚朋友知影，啊，你敢好？啊，万一若是加一个囡仔出来，啊，人敢袂讲话？对啦，代志都已经决定啊，莫搁有意见啦。我是希望代志做较圆满的，才袂到时阵遐歹看。都已经歹看，哪有啥物通圆满？啊，是要叫亲戚朋友来看新娘的大腹肚型？拢嘛是你，这款新妇你也要娶？ 啊，这就孙女也要认啦，有影偌艰苦吼，开始你要拜啊！啊，新娘来啊，新娘来啊，新娘来啊！不用啊，阿爸、阿母，我甲叶琳带回来啊，我们跟爸妈磕头。 祖先啊，先去拜着，头拄仔已经拜过啊。阿爸，唔免啦，你也无教啥物物件来，我也无带你啥物物件要互你，我辛辛苦苦饲一个囝，已经变成。哎，阿母，你来安尼讲啦。 你只不过是嫁一个新妇尔，我永远拢是你的后生啊！嗯，来，听一下。是啊，阿母，你若讲人无嫁半行来啊，人的嫁妆也是我尔大，你敢知？叶玲，这位是大哥大嫂。大哥，大嫂。不要，哎，来来，去跟他一起，来表弟啊。 多谢，谢谢大哥。哥，身材这么好，一点都看不出来啊！大嫂，多谢你的关心，我觉得你应该多关心一下你自己，说不定很快就会轮到你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啊，就讲大讲清楚来，讲完了，较无分寸要怎？ 起码大家吼，一人一家大啦，个人家己吼，过好较重要。这间厝吼，我甲恁老母啊，已经花真久啊。啊，恁两个兄弟啊，拢已经大汉成家，这重担吼，兄弟啊，后摆来担起来。我看恁两个吼，一定比我较有路用的啦。后摆吼，我也希望讲恁两个安尼，当较拍拼。 做人的某人哦，爱多安排边啊，好好安尼甲因斗相共。以前有啥物款的习惯，有啥物款的个性，拢甲放互袂记。对即摆开始，恁就是拢赖家人，出去就是代表讲赖家这个家伙。以前有啥物代志啊，我无要搁追究。但是对即摆开始，甲恁每一个人交代，每一个人袂用讲有啥物放荡的行为，啊嘛袂用讲做一寡吼出去外口，逐个咧批评咱的代志。袂啊。 阿爸讲嘛，你知影吼？我知影。人咧讲哈，你女就是一个查某人的根本。若是无这一点，就无法度相夫教子。今日恁变到这款地步，我甲恁阿爸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是讲，不用啊。 你家讲，这国家有一个国法，一个家庭嘛有一个家规。伊若离咱外家门啊，啊，敢是袂用凊凊彩彩、随随便便哦。要若是做败害咱门风的代志啊，我是会请伊往回家。这点你就甲我较注意。阿母，我了解啦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甲叶玲哦，一定会好好拍拼，绝对袂让你大家失望的。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，我不知道结婚的感觉这么幸福哎！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我可以这样看你看一辈子。
只要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觉得是值得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都不笑啊？难道你嫁给我，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啊？武兄，我觉得你的家人好像不太接纳我。胡说！如果他们不接纳你的话，就不会答应我们结婚了。嗯？可是我跟他们看我的表情，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。你不要乱想了，我阿爸阿父他们教训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从小到大都看习惯了。其实他们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以后你跟他相处久了，就会知道的。嗯？你刚刚一定是吓到了哦。嗯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现在啊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都有我帮你扛着。你现在只要全心全意做我的太太，其他的事情啊，你就通通都不要去想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有一个自己的家了。我好像不太相信这是真的。不相信的话，把手指伸出来咬一下，如果会痛的话，就是真的。谁呀？陛下呀，太太，但是哦，华平，我难要找，我要跟你恭喜啦。哎，你不会跟他们说我睡了？不过，是金星少爷。好了，所以你跟他们讲了，我马上过去。金生这种人啊，我还是去应付一下好了。嗯，你马上去吗？我马上回来啊。三家无够意思呢，我是听金生阿讲，才知影你今仔日结婚啦。啊，朋友拢无咧通知的哦，我凊彩嘛叫几个人来到楼来一个。歹势啦，啊厝内底啊，拄好伫咧办丧事挂百日，所以一切简单啦，唔只个啊。哦，我想讲嘛奇怪，啊以你的关系，要结婚，请几十桌也唔得对。好啦，等阮厝内底代志若过哦，一定找时间补请，好不好？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没，满月的时阵哦，做一片车安尼较省事啦，对吧？哈，啊，这紧哦，嗯，三八兄弟，无让我赶百日一个赶暖，啊，嘿，武雄啊，啊你脚手有够紧的啦，会大个，啊咱两个，啊拢输伊啊咧，可以看差真多啦。请进，不好意思打扰，休息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大嫂，我在整理东西，来里面请。武雄这个婚啊，结的真是狼狈，房间里啊连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。阿爸阿父说不管，就真的都不管了，连床上的被套啊还是我叫人替他做的呢。忙了一天，累了吧？不过啊，你比起我结婚那一天啊，是轻松太多了。大嫂结婚那一天，你也来，真的好热闹。不过啊，再怎么热闹，也是一天就结束了。嫁过来呢，做人家媳妇儿，一样是要看公婆的脸色过日子。你虽然没有我结婚的场面，可是啊，你现在一样是当了赖家的媳妇儿啊。只是啊，你用的方式比较不同就是了。阿红啊，哎，给登记旁我李香奶奶。李香奶奶，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想啊，你今天什么都吃不下，所以啊，我特别叫阿娥炖了鸡汤给你补一补。现在啊，
赖家所有人的希望啊，都寄托在你身上。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才行啊！大嫂，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。你怎么会不明白呢？难道你不知道阿爸阿布会答应这桩婚事，就是因为你怀了武雄的孩子？要不然呢，以你的身份，还有你跟那个张老师的关系，赖家怎么可能会要你这样的媳妇儿呢？说真的，当初武雄一说啊，我真的是吓一跳。我真想不到，像你外表这么秀气、这么斯文的女孩子，居然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可是事后我想一想啊，我觉得你很聪明。女人嘛，早晚都是要走同一条路。你利用这个机会，不必费任何功夫就可以嫁进赖家了。就算别人讲话难听，脸皮厚一点，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嘛。等将来孩子生下来，还是你最赢嘛。所以我觉得啊，以后我应该找机会啊，多跟你学习学习才对呀。燕燕，你怎么了？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女人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承诺和保证。你要我怎么面对你的家人？你要我走出这个房门，我怎么做人？燕燕，燕燕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逼不得已，我已经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。我为了要娶你，我只好牺牲我的清白，来换取你家人的接纳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的家人真的接纳我了吗？错了，他们不但没有接纳我，反而更瞧不起我。没有过门，就怀了身孕，你也怎么让我背负这么难看的罪名？你尽量打，你为什么？等你打完，你就会知道，不管用任何钱、任何理由，你都没有办法改变我爱你的这个事实。如果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就算你怀了我的小孩，也不可耻啊。更何况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这是迟早的事吗？我们可以马上让它变成真的，我们可以。我不能忍受。我可以吃苦，可以受累，可以为你付出一切。我只有清白，不能任你糟蹋。因为那是我最宝贵的，我唯一的财产。如果你不能让我清清白白的做人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燕燕，燕燕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这样就走，
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你不可以这样就走。叶琳，你听我讲，叶琳，你可以用一切的方法来罚我，我都愿意接受。我只求你别走，你别走好不好？叶琳，叶琳，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对你做的一切的努力吗？为了这份感情，我必须一个人去抵挡多少的责备和压力，同时又不要让你受到伤害和委屈。或许我的方法太笨了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。难道你只看别人的眼光，在乎能不能做人，就不看看我的心，在乎一下我对你的感情吗？奶奶，嫂子，走。李香奶奶，你不用用了，我来就会噻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起得早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两个人排排坐啊，会快一点的。那柴火你看着，这边我来忙。这见了就好了呢。阿红啊，你来者，厝内面请人，不是来你看风的。该给因做的工课，就爱叫因去做啊。你若无你吼方便哦，人都随便。阿爸是要安怎管人？咱是一个大家庭，大家庭都有大家庭的规矩啊。像你安尼啦，别人的代志你拢甲捡捡起来做，啊规矩拢予你破坏了了。你这是好意还是歹意哈？阿爸我若无参与做吼，啥变我唔对呢？哇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阿爸唔知影，走去灶坑吼，把阿五的代志捡捡起来做。迄阿五啊，足唔习惯的，全放放互伊去做。啊，那咱兜无一点仔规矩。阿母，你别怪阿五，是我起得早，我自己要帮忙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我不惭愧死了。我嫁到这里来这么久，从来就没有到厨房帮过阿娥的忙。还是你比较会做人。什么叫做做人？迄做人是做给外口的人看啦，唔是讲咧甲下骹手人拼功夫啦。阿母啊，阿兰兜以前嘛无咧计较这啊，秀英哥伫咧厝的时阵，伊唔是嘛常常叫伊去灶脚斗三手。我这是咧教一个规矩，你是咧插什么嘴哈？我是为伊好，你知唔知啊？伊即嘛有心啦，啊怀孕哦，啊去灶脚做迄粗重的代志。你无咧笑我哦，我咧唔甘阮孙咧。欸，恶煞，啊这哦，讲到这门咁要臭酸去啊，这一吃。啊，难道你着上大？你若要吃，你着吃，谁敢管你啊？都咧听边用摆迄个上大啦。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是安怎？我结婚到今，连一点仔消息拢无。嘿，照我甲你看起来吼，这真正常嘞。那没什么安的问题。嘿，这是有可能啦。我伫看咧啦，我今日带恁阿妈我看煞上好啦。我是要安怎开嘴带伊来遮嘞？哦，啊，无安尼啦。我开吼两贴仔较温和的这保养啊，迄是咧保养的啦。啊，你摕转去互恁人吼食看卖啊。我反正吼一两个月后啊，都有这效果出来。好，多谢先生。紧家拎落去。哎呀，你最近一直咧甲我补，啊，今晚又阁是啥物啦？你莫问遐济，紧家拎落去啦。嗯。
体好好滴，啊，自细汉就罕伊咧感冒，你是要甲我补什么啦？所以我唔只讲，你一点仔拢无关心我。我无关心你。李伦，我即摆拢听你的话，浪费工课，拢唔敢早顿来找你做，安尼阁无够关心你哦。安尼就叫做关心嘛？关心嘛？谁知影我心内底想什么，烦恼什么？啊！你无甲我讲，我要来知你心肝内底想啥物，人无啥物。人母雄娶来某，爱袂离门都有心啊！啊我咧，嫁乎你哦，得要几半年啊，到即马拢无消息，敢讲我心内袂着其实。哦，你着为着这才叫我食补？哎呦！我家己嘛食去几半年啊，我也无互你知影啊。这个药我要来乌白食啦。咱两个身体拢好好滴个，唉，这个代志爱顺其自然啦，免来用去比个。搁再讲哦，啊，身体若食食歹是要安怎？查甫人哦，讲话遐轻松，佮知影阮查甫人个压力。你讲唔免比，啊，明明哦，我就是门当户对，互恁赖家用撬管入来个。啊，迄个查某嘞，伊是用迄种袂见效手段入来赖家。啊，即摆嘞，大家顶顶下下拢叫伊李小奶奶。就连阿爸、甲阿母拢唔敢对伊讲一句较重的话，这是为着什么啊？拢是因为哦，伊有心啊啦。假使哦，我这个巴肚哦，还阁安尼无消无息的，万一予伊生一个查甫的哦，总有一天哦，会轮到我去款待伊啊。到时阵哦，就真正唔免比啊，因为哦，伊早就爬我头壳顶。哎，美伦啊，你何必甲家己找遐尼啊一压力要创啥？搁再讲哦，我咧看伊唔是迄种人。什么啊？连你也在替母雄的某讲话哦！我嫁来恁赖家，做恁赖家大媳妇，责任已经有够重啊！你不但无体谅我，无要替我想，你既然讲……我也不是在替伊讲话啦，我是在烦恼你吼，安尼压力遐尼啊大，啊，搁要想遐尼啊侪代志，身体若拍歹是要安怎？尤其是你看，搁食食遐药啊！你即摆讲出来，我就知影啊！我知影你伫烦恼啥物，心肝内伫想啥物，也无我甲你讲啊。抽签卜卦，求医食药，不如求我。为即摆开始啊，我找一寡时间，好好啊，甲你做人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嗯。好呀，啥物看？还行啊，阿母，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订个架子可以挂衣服啊。我若讲不行，就是不行啦。今摆我若咧讲什么代志哦，你就安尼理由一大堆。我知影哦，你们那边甲阮这边吼，迄生活是无同款啦。啊，你既然嫁阮啊，就要照阮的规矩来生活。袂用个地顶遐，阮这三岁囡仔就知影啦。你安尼一点仔规矩你都唔捌。啊，我甲你讲的，你是懂不懂啊？武勇吵到你这个哦，敢那臭鱼人兼矮狗的，若不是你巴肚内有心的，我是袂答应。啊，听袂了，你讲我去讲。阿母，是的啊。啊，请你原谅我。一条命啊，山细呀细，阮的心情从来拢袂完脆。以为从今以后你我双人永远袂搁再分开，心头亲像针伫咧位，搁那插头内有一支铁钉咧，从来毋捌问阮敢也有伊，细啊细啊为心机。放阮就伊，亲像囡仔歌伊无聊的趣味。我若无阮有体擦苦，对着你的目色伫咧洗啊洗，毋受伊全然无摇伊，甘是男男女女永远的心病。我若
像甲露伫咧洗啊洗。